光十色的焰火照亮整片夜空，火树银花在云林虎尾高铁特定区绽放，美不胜收。短短三分钟，壮观的焰火搭配天空闪过的树枝状闪电，把夜空装点得更加璀璨惊艳。还有外县市民众专程跑来观赏，过程惊呼连连，非常漂亮，就是非常的精彩。我们特别从台中下来，当天一定要下来的啊！三分钟都那么精彩了，是十一分钟还得了？今天的烟火很精彩，下班直接过来，我们还没吃晚餐，我们就直接杀过来这边，就是简单的带个晚餐来这边吃，然后配着烟火，然后觉得很舒服。第一次在云林举办，这样蛮漂亮的。双十国庆焰火首度移师云林举办，13号晚间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进行三分钟焰火释放，共发射1200发左右，吸引近100位民众到场观赏，先睹为快。我们呢，10月10号那一天呢，有6寸、8寸。甚至呢，长达41分钟，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壮观而且非常漂亮的这个烟火秀呈现给大家。今年国庆焰火预计释放41分钟，13号的释放作业除了确认最佳观赏点，针对相关道路、交通管制动线等，也都要逐一确认顺畅度。高铁特定区这个地方呢，不只是交通动线，还有所有的这个整个动线呢，非常非常的舒畅哈。还有今天我们在11个点呢哈，在同时呢，这个点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漂亮的焰火。国庆日当天的焰火总计超过30000发，不仅更有看头，现场还有5台节目表演，要让民众一次满足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宴。民视新闻林贤明、刘宇淳云林报道。